今年到了圆环灯展活动已经热烈展开，主办单位邀请台湾灯会艺术总监黄玉珍前来指导，为着要行销在地文化，设计真侪种充满年节喜气的花灯。这个是我这几天才做出来的哈，制作出来的那个金猴献瑞哈，献那个大吉大利。因为我们斗六有名的是我们市长所推出的茂谷柑。好，还有那个文旦，所以我把这个元素呢融入在马祖的那个快乐厨房。除了木骨柑结合高年创意设计花灯以外，现场还有设计真有特色的五大主题花灯，主办单位邀请大家来参观。为了要营造那个年的味道哦，所以花灯哦，我们陆续举办了几年啊，大家就欢喜。所以今年那个特别聘请啊，那呢黄玉珍黄老师哈、哦，精心来制作哈、哦，所以有六大主题，每一个主题哈、哦，哎，恭喜喽，非常的生动，大人囡仔拢进来。你看，像咱这哈、哦，金猴献大吉，大吉大利。啊，咱的妈祖哈，哎，也再恭喜咱的守护神啊，好，咱的到了，好，咱的婚礼，好，咱的台湾，也再恭喜凤雕物孙，还有森林音乐会，还有我们的爱情的爱情树，桃花朵朵开。然后呢，啊，歌舞咱的天鹅湖，充满艺术创意的花灯展示，和到了一款充满幸福年味，无论是日时还是暗时，拢提供民众无同款的感受。这花灯你感觉啥款？啊，很漂亮啊。很漂亮，对。啊、特别从什么地方带小朋友来？我们从宜兰来。啊，你感觉这花灯布置了相反？不错，蛮特别，蛮好看的、啊。很漂亮啊。你看，最喜欢哪一个？有绕了一圈的吗？还没，只是在这里而已。先生、啊、觉得今天这个花灯怎么样？蛮特别的，路过就看到就，就很漂亮，就停下来看。登记一直到二月二十为止，主办单位欢迎乡亲前来赏花灯。感染新年吉祥如意，幸福喜气。记者范荣坤采访报道。